走左边上去就是三角埔山，现在上面开满了芒花。刚刚从这边走上来，上来以后呢，要转左边这条岔路往上走，右边这条此路不通哦。这条路下雨天就不建议来哦。现在山头都开满了芒花。三角埔顶山基准点高度284公尺。山的山上开满了芒花，很美吧？想来这边的朋友可以把 GPS 设定到电塔木栈道观景台。电塔木栈道观景台到这里的斜坡路口大约是300公尺吧，从路口走到山顶大概10分钟。从斜坡上来是一条平易近人的小路，只是山顶那一段土石路不适合下雨天来。我从树林保安街二段45巷这边进来，沿途可以循青龙岭或北宁宫的指标前进。经过大同山木栈道后，第二个岔路就是路口，建议从保安街这边进来，这边路况比较好。最后带你来走走大同山木栈道。